朋友们，今天做菜的食材比较简单啊，回去给媳妇儿做一个麻辣大鸡腿，走。鸡腿给它打上花刀，锅中烧水下鸡腿，放葱姜料酒煮出血沫，咱把鸡腿捞出洗净，调汁放葱姜、生抽酱油和蚝油，少来点盐和鸡精，来一点生命的源泉。起锅烧油，下鸡腿，鸡腿煎至金黄色，下麻椒、干辣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浇汤汁，家里有条件的来两块冰糖。朋友们，咱们盖上锅盖，给它收干汤汁就行。这个呢，家里要是有条件的，最好能搁点辣椒酱，颜色会更好。如果您喜欢这道菜，请您给德子一个双击，感谢朋友们支持。浇上汤汁，完成。朋友们，过年了啊，想露一手的关注德子，感谢大家支持。